想要的不止眼前，还有对未来的向往，可我还没历练如何纪念在我心间坚持过不大的梦想，有天能和我一起哼唱，不想得到冷场，只想得到你的赞扬。 Everybody go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先休息15分钟。下课，下课了。刘凯，这题你难，太小了吧？他习惯了啊，这买一瓶水能逃一节课了。逃一节课怎么了？洛洛也有自己的事情啊，哪能天天跟你这样的人混呢？他重点不是这个。重点是他逃课怎么不带着我们呢？我睡一节课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小牛？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帮你吧。谢谢光临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老板，嘘，忘记了啊？对不起，店长，这是你交代要准备的工资。好，那我先忙了。累坏了吧？喝杯橙汁。不累，我现在是在发家致富奔小康的路上，一点也不累。那吃什么呀？你的工资。这么多？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就你这个经济水平啊，还是我来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你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？走。好。加一条门禁时间。怎么还不回来？
都几点了？大螃蟹呀，大螃蟹，小龙虾，小小龙虾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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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没睡呢？看完这本书。哎，你帮我把它鞋啊？是你自己出门前没收好啊？是这样吗？哎，对了，给你分享个好消息啊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我从现在开始呢，开始攒钱，很快我就可以搬出去住了。嘿嘿嘿。哦，是吗？他要搬走了？看来你以后都要无视公约，每天都回来这么晚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今天跟朋友吃饭太开心了，就给忘了时间了。哎呀，你确定你忘了的只有时间？完了，我的书包。算了，不重要啦，明天再找吧，反正也不太重要。我的书包。哎，你帮我拿回来了。我现在后悔了，我应该任由他在外面流离失所。把鞋子收好。干嘛生气啊？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救救救救！我干嘛生气啊？歇了吗？我是昨天才知道你受伤的原因的，我真的很担心你，担心的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，我的梦里啊全都是你，我现在都有点恍惚，要坐下了。这里有人。哦，这里没有人吧？没有。是男生啊，烈，你帮我占了座位啊？什么牌子啊？我用的这个牌子，你看看，我觉得很好闻，而且很好用。真的吗？有什么功效啊？保湿，你摸摸脸。真的吗？摸一下。哇，保湿力好好啊！摸你的，哦，好高。会干燥，还有我的，像你的顺滑呀。用我的，用我的。真的。去哪里了？给你用。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，本仙子的美貌你们这等凡人不配拥有。可是你皮肤很干。 Shut up. I love water. 能感觉到他的视线，可他为什么要看着我？杨宇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老师说的一个专业名词，
你又不懂，回去。难道他喜欢男生？说不说啊？你说不说？不说不说。不说。那个。哦哦。哎，小云子，你这都带了一周了，还需要多久啊？应该很快就好了吧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告诉我呗。妈。告诉我。告诉我。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说说，站！我说不说？快说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的胃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水的？我只是比较喜欢喝水。洛洛，你是不是什么秘密没告诉我们呀？难道刚刚被他们看到了？不能够啊，我够快的了。没有，我没有秘密。你看，朋友之间就是没有秘密的，对吧？说不说？到底说不说？哦，说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传说，人在伸着舌头的时候，没办法急促呼吸。这算什么秘密啊？不，你不能光听，你得做。伸出你的舌头，呼吸，快点。宋浩瀚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做出伤害烈恒宇的事情。烈恒宇这勺子用停。那个，我吃饱了，英子，帮我拿下书包。哦。你看，今天我的包安全回来了吧？嘿嘿，这样也不搭理我。这些事我可以自己来，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。姚天，你把自己的鞋摆好。要是你连最基本的整洁都做不到，
麻烦你主动一点，搬出去。这个人真的是莫名其妙，这个人真的，哎呦我天！主动脉了，我就搬出去，看着我到时候谁来照顾你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李宏宇不再跟我说一句话。人生中最痛苦的事，是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却要忍受着做错事的惩罚。今天吃什么？如果痛苦有分等级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，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。李宏宇，我是不是哪里又做错了？那个，我要是哪做错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好。
上班时间发呆，可是要被老板扣工资的。丰盛啊，每次都是你请我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让我请你一回吧。好啊，下次你请。每次都说下次，你上次也说下次，这次也说下次，每次都是你请。能看到你笑啊，真好。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？找个信得过的人，说出来会好。叔叔在升华呢，我赶紧找他聊聊。叔叔。嗯。我叔叔是咱们学校的校医。嗯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什么忙？就是，你认识的人多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，把它卖掉呀？我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。那你的心事也不要告诉我。是我太